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上次很抱歉，还给大家调了时间。承德考虑这个留得青山在。Recording stopped.不怕没柴烧哈，所以在修行上啊，自己也感觉也是要突破自己的性格啊，自己性格啊还是比较逞强，所以这个一逞强呢，这个可能就辜负我们杨波医师的照顾啊，辜负很多人的关心照顾啊，尤其啊，我们佛门呢，在清朝有一位大德林则徐先生，他老人家亲自用毛笔啊抄《金刚经》呢。非常虔诚的佛弟子，他的实无异很有见地看什么事都是看到根本上。我们看他提到不孝父母，奉神无异百善孝为先呢，不孝父母佛菩萨这些圣贤的话都没有好好去照做了，得不到利益了兄弟不和，交友无益手足都不爱了，还能去爱别人吗这实无益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提醒让我们看事情啊，不舍本逐末其中一条不惜元气服药无益所以还得悠着点因为早上三点到五点是肺经那个时候尽量呢还是少说话休息比较好因为我几个礼拜下来觉得确实比较累所以这个调整呢请大家包涵那我们一起学习无量寿经承德很珍惜也很感谢大家承德这个学习的机会因为每一次分享都觉得加持力特别强真的是一切诸佛守护念经尤其我们上一次学习的经文生灌顶阶受菩提记未教菩萨做阿舍里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真的照这么去做无量诸佛咸共护念所以这一句我们得变成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这一句让我们想起《金刚经》说的如来善护念诸菩萨
善富足诸菩萨。佛跟法身大师啊，他们都是同体大悲啊，生生世世随足于众生啊，心无暂舍啊。哦，所以这一些大菩萨，他念念为了度众生，难怪无量诸佛啊，咸共护念。他时时想着要表法，要给众生做榜样啊，为教菩萨做阿舍利耶。啊，其实我们要扮演好人生的每一个角色，都要有这样的心境啊。这也是我们在每一个角色当中的一种责任感，一种道义情义。我们举个例子，周朝为什么出那么多圣人，就是他周家有女圣人呢，太姜、太任、太姒，他们当母亲的心境呢，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呢，都为孩子想啊，都不给他们不好的影响。孩子生出来，师长常说，三岁看八十啊，一千天呢，重视胎教可以出圣人，重视三岁以前教育可以出贤人。你看这些母亲，时时都给孩子做榜样啊。所以我们要把无量寿经呢，变成我们人生的剧本了。现在什么最重要啊？恢复女教啊，重要啊。有好女子啊，才有好母亲啊，有好母亲才能有好子孙，才能出圣贤。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印光祖师提这一点，在文钞里面提了好多次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华人称自己的另一半叫太太，这个典故啊，含义啊，非常的深远的啊，期许啊，所有的女子能够在当母亲这个角色上行菩萨道，为天下苍生培养栋梁人才啊。好，那回到我们假如从事教育啊，那正心师道也是我们的责任所在啊。所以每一句无量寿经的经文也都在提醒我们
要发心了，要发菩提心了，要提起责任，要见义勇为啊。哎，菩萨在哪里行道呢？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每一个行业都能落实这一句，他能正心商道啊，他能正心医道啊，他能把道统道德啊，在他这个行业振兴起来。也能让广大的大众啊，对中华文化，对道德产生信心。这样也能列魔见王啊，把现在错误的风气想法能够显正破邪啊。曾经陈德也听过无奸不商的说法，我当时很不服气啊，为什么呢？我从小就想做生意，那过去生的习气啊。读小学回外婆家，人家都是啊，表哥表姐都是回去玩耍的，我回去做生意的。哦，那这个啊，佛菩萨安排我。啊，还是做教学工作，呵呵，啊，可能是我功力不够啊，啊，要在这个企业界行菩萨道，功力要更强，哎，一定有比我适合的人啊，这个我不能强求啊，要随顺佛菩萨的安排，啊，这个佛菩萨是掌大盘的，啊，当然主办圆融。哪一位企业家啊愿意行菩萨道，那我们是配角，全心全意支持他，去随喜，去赞叹。这个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华严是主办圆融啊，我们可不能人家发心啊，我们只在旁边看好戏啊。只会鼓掌的，从来没有具体行为去支持的，当然鼓掌也是支持的，真的可以尽一点力，我们也要该出手时就出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时代啊，做好事啊不容易啊，善事常易败，善人常得谤啊，好事多磨啊，体会到了，不会去挑毛病了，不会去抱怨了，因为是非经过不知难。真的能出一点力，成人之美啊。看到人家发心觉得很可贵很稀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大菩萨，尽一切的力量启发小菩萨的善根，
启发众生的善根，因为他们常行相应无边诸行。假如这一句啊，我们用在学无量寿经上，那就是他起心动念一言一行都依照无量寿经的教诲，它是相应无边诸行的，这个常没有间断的，习实践的落实的，这佛经呢一个字都不能划过去啊！当信佛经与身呢，也是师长老人家常常提醒我们：心同阿弥陀佛，愿同阿弥陀佛，解同阿弥陀佛，行同阿弥陀佛。那这样我们就是落实这一句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我们的家人朋友跟我们一接触，他就受感动了，因为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智慧德相它本有啊，但是呢，万法因缘生，才遇到缘分，才启发他的善根。我们上一次提到，贤首大师把菩萨行整理了四个纲领。随缘妙用，这大菩萨随每个缘利益众生的，而且呢，他身教在言教前面，威仪住持有则德，身教柔和直持摄身德，言教。我们真的想利益众生呢，就体会到想要利益这个人，挑战就来了。首先，他自身有无始劫的业力啊，你帮他的过程，不止他有业力啊，他们家庭有业力啊，继续感受到整个社会大环境有业力啊，那个这个业力有几重的业力在里面，后来更发现更重要的，自己也有业力啊。要帮助他，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骂他一顿，前面前功尽弃了，自己也有业力啊。所以真正要利益这个人，愿心不退啊，还要很有耐性啊，还要很有决心啊，对治自己的习气啊。立誓练自己的心呢，所以菩萨四德里面说普代众生受苦德了，真的要去利益别人了，要很有耐心，不能急于求成，想要立竿见影，最后变成揠苗助长。我们常常也听师长讲，佛菩萨度众生呢，
很有耐心的。一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啊，这一世尽心尽力还不行，哎，来世、后世、生生世世，不忍众生呢。所以普代众生受苦的，这个真相啊，假如不是佛陀给我们讲出来，我们真的无法体会佛菩萨的慈悲啊！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已经第八千次来到我们娑婆界了。我们不只要感恩释迦牟尼佛，我们还要效法释迦牟尼佛。我们入佛门第一件事啊，受三皈啊，正式成为佛弟子啊。啊，那皈依佛啊，皈是回头回归啊，依是依靠啊，依靠佛陀，因为他是圆满觉悟的圣者啊。可是我们依靠他，是依止他的教诲，我们也能像他一样，恢复究竟圆满的信德。所以我们要效法他，这也是住世三宝的意义啊。我们看到佛像，就想着我要效法释迦牟尼佛；看到地藏菩萨像，效法地藏菩萨；看到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要效法。所以真的用这样的心境呢，看每一句经文呢，都在指导我们要发菩提心呢，要用菩提心呢。那我们想一想，一个人都是未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出行，都是为了成熟菩萨无边善根，他铁定感得什么？无量诸佛咸共护念，而且不止护念他，他尽一切的力量，用身教言教。让跟他有缘的人呢，修普贤行啊，让跟他有缘的人能够修净土法门啊。这些因缘里面呢，都不是偶然的。大家有没有劝人家念佛，他欢喜接受的？大家有没有遇过啊？应该有吧。这可不一般哦。大家可不能想，就念一句佛啊，也不是很难呢。印光祖师啊，他曾经见到一个小孩啊，在乞讨啊，他老人家慈悲对着这个小孩说了，
你念一句阿弥陀佛，我就给你一文钱。这个孩子不念，给他讲了好几遍，真的，你念一句我就给你一文钱。最后这个孩子放声大哭啊，哎，他那一文钱拿的可以去买点吃的，他都这么饿了，他就是不肯念。所以今天我们假如劝一个亲戚朋友，他就愿意念了，可要好好护念他。若当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这是他前因哦。有彼如来加威力故啊，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这个真的佛经不能划过去啊！得如此广大法门，接着呢，摄取啊，因为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把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摄受成自己的功德。这不可思议的他力法门。所以黄念祖老居士有一段墨宝啊，老实持名啊，全摄佛德啊，这句话重要了。所以我们遇到这个法门，无量诸佛加持我们，我们尽心要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人，诸佛都在加持我们。佛说此人真善友啊，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你在把普贤行，把念佛法门介绍给对方，对方也受诸佛的加持。我们用真心，用普贤行，生活是念佛，工作是念佛，应酬是念佛，介绍别人无量寿经也是念佛，讲经说法多得诸佛加持啊。感应啊，不可思议啊，我们的心是能感的，诸佛加持是所感。所以师长常常劝我们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啊，这个感应不思议啊。所以这一品经啊，这越学越有味道，德尊普贤第二啊，我们得把这一品经学透啊，我们就能深则决定深了啊。因为呢，频率已经接上去了，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好，我们看下一句经文，看得真的是很欢喜啊！诸佛刹中皆能示现的，
辟善换施，现众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好，我们学习师长的这个讲记啊，有一点很重要，可以从老人家的教诲当中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师长怎么讲经的，怎么做人做事的，我们真的体会到那个心呢，又愿意效法他老人家，学他老人家的东西啊，可以举一反三啊，可以触类旁通啊。所以目前当务其心呢，了凡四训谈到改过，有从事上改者，有从理上改者，有从心上改者。其实啊，学师长的经教，有从事上学者，有从理上学者，有从心上学者啊，都在我们善不善用心体悟啊。我们能善用心呢，神教古人呢，神教师父上人，师长跟我们没有时空的障碍了。我们看孟子学孔子，孔子不在了，偶业大师去学莲池大师，莲池大师不在了，时空不是障碍哦，可是我们往往被时空障碍产生我们自身的分别执着。所以白法明门论里面，时间空间是不相应刑法，抽象概念不存在，我们把它当真了，它就障碍我们了。所以我们看到师长讲解这一段经文，说到虽然这些是大菩萨实现的，但是这里面许许多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给我们许多的启示。每一段经文怎么样拉回，回归到自身来啊？佛法是内学啊，要往内啊。啊，假如我们读这一段经文，哎呀，那是大菩萨做得到，我做不到，就被自己的念头给障碍住了。师长这么一教导，就把我们这个执着的念头打掉了。要听话，不能自己画地自限。我们最近一起学习《论语》啊，冉求也是表演提醒我们。他跟孔子说，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啊。孔子说力不足是走到一半走不下去了，你不是力不足吧，你是画地自限。所以假如我们不用师长这个给我们引导的心境来读经来听经啊，那真的会越读越听越分别越执着，越画地自限了。所以承德特别感激老法师
在自己初学佛的时候讲了一段法语。释迦牟尼佛他是应机说法，他所讲的经教啊，都是我们娑婆界的人做得到的。他老人家假如讲完对我们说，对不起，你做不到，那不是跟众生开玩笑吗？哎，一听，哎，对哦，很有道理啊。哎，建立一个心态，只要是释迦牟尼佛讲的经教，都是我们做得到的。先入为主啊，重要啊。所以师长说的，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去效法，这样也必定得到诸佛护念。接着师长还说，虽然是初发心啊，哎，我们初发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也很不容易的善根福德因缘呢。也必然得诸佛如来的护念。所以藕益大师说，真信切愿持这一句名号，就是菩提心啊。我们读劝发菩提心文，必有因缘方得发起。其中有念求生净土，这是菩提心哦。念生死苦是厌离娑婆啊，是菩提心哦。念求生净土是愿生极乐，也是菩提心啊。我们求生净土，活一天。我们身体借给佛菩萨用，这念正法得久住啊，也是菩提心，也得诸佛护念的。那师长接着讲到了。诸佛刹中皆能示现的，非常的殊胜哦。等于是升到极乐世界，就一生一切生了，一切佛刹通通都有份的。这个是太殊胜了。师长还举例啊，譬如往生弥勒净土，生兜率天，生到弥勒净土啊，就没有这么方便了，就不是说诸佛刹中啊，皆能实现了。想到其他佛刹不容易啊，真的想利益众生的人呢，不能不往生极乐世界啊。往生就能诸佛刹中皆能实现，所有我们过去生生世世的父母亲人有缘众生，哪怕是冤亲债主，我们都帮得上他。真正讲情义的人一定要往生呢，我们才帮得上过去生的家亲眷属，有缘众生的。那当然
皆能示现的，那是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本愿威神加持的。可以随类化身的，就跟观世音菩萨一样的。我们想想，我们一品见思惑都还没断呢，往生到极乐世界待业去的，一往生，我们的智慧神通能力就跟观世音菩萨差不多。这个宇宙间还有哪件事比这个更殊胜的？所以师长说，我们遇到这个法门，中了佛门第一特奖，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我讲到这里，怎么看大家也没有笑啊？所以师长说，这种便宜啊，到哪里能找得到啊？所以我这个做生意的习气啊，在这里就用上了。还尽力去把净土法门推销出去啊！这个太殊胜的法门了。辟善幻施啊，现众异象啊，善幻施。我们一般常讲的魔术师，等于是他们到十方世界应化参学，就像变魔术师，就像魔术师那样，可以随心所欲去变化，然后现众异象，这个众啊是众多啊。师长这里讲啊，就是现呢不一样的身份。形状不一样，我们留心观察我们的老祖先呢，师长很用心哦，还请教李炳南师公啊，我们这些古圣先王啊，他们是不是佛菩萨再来的？李炳南老师说的，理上讲得通，事上没证据，一般不轻易暴露身份，得用心观察的。我们去用心观察李炳南老师啊，但能光照远，不惜自焚身啊，用心观察的人就体会到了。像舜王，为什么我们要提舜王？师长讲经说啊，他的行持啊是普贤行啊，真的看哪一位忍者发心呢？把舜王的身教言教来做个专题。大家听完知道怎么跟舜王学习。
了凡先生看得懂啊，在《了凡四训》里面，将舜王在雷泽的行持给我们开解出来，提供我们在末法时期怎么处世待人接物啊。哎，我们真的不能懂得啊，那处世待人接物啊，自己生烦恼，别人也生烦恼啊。他是用心良苦哦。啊，真的舜王啊，他怎么当领导人，在这个时代给我们启发太重要了。无为而治者，其顺也与啊，攻己正南面而已也。攻己，以身作则。而且啊，最重要的，他为什么可以无为而治？他会用人啊。啊，我们曾经遇到一个领导者，他说佛不是安排啊，谁来了就用谁啊。我一听啊，真是阿弥陀佛啊，听经不能一听着在一句话上啊，经教是圆融的啊，我们不能听一句就着一句哦，真的是三世诸佛喊冤枉啊，冤枉啊，不能解错了。佛菩萨安排跟知人善任这两句话是圆融的。那佛菩萨安排派这个人来就考我们，你能不能知人啊？用人的权在你手上啊，你要知人善任，不能随便用啊。怎么可以有人就用呢？没有适当的人，宁可不用。志同道合的人，三五个人力量都很大了。啊，不同心的人一进来，内耗就开始了。所以儒家的经还是要学，我们一下学大乘了，哇！这些伦理道德，这些做人处事人情事理都抛在一边去了，一听大乘就着这一句话，会犯低级错误啊，世间人不犯的错我们都犯了，你说他们还怎么相信佛法呢？一般没学佛的人都不可能有人就用哦，人家日本企业界又一个主管还要先去家庭访问啦，哎，这个做法也符合佛法的。医报随着政报转了，看他这个人德行到哪里，去看看他家里的情况啊，他夫妻的相处啊，他孩子教育的怎么样啊？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啊。我们启用人才要弘护正法呢，他家里都教不好，你还让他弘护正法，他能弘护得好吗？所以儒家这个次第也不能乱的，格致成正是内圣的功夫啊，才能修齐治平外望。用人不能感情用事的，我跟他交情比较好，我就用他，他讲的话我欢喜就用他。我也观察现在很多领导人都是用给他讲好话的，这样的人很会谄媚巴结，你的面前是一个样啊，背后又是一个样。
所以我们护法得要学群书三六零啊，要把护法护好，在这个时代也不简单了啊。怎么做之君，做之卿，做之师，这每一个字都要透过学习啊。怎样才能做君？怎样才能做亲？怎样才能做事？人不学不知道啊，不知义啊。啊，所以昨天遇到一位幼儿园园长，他提到啊，政府鼓励生育啊，多生一个孩子都不少补助啊。他呼吁啊，政府啊，要看到更重要的啊，要让年轻人啊，年轻的父母啊，要学习伦理道德因果啊，不然他不会教孩子啊。生出来他们的一言一行都给孩子做负面的影响啊，甚至就是丢一个 iPad iPhone 给小朋友啊，你看那不是给社会制造一个问题吗？而且现在啊，教育当中啊，最重要的教我们什么？反省，佛法是内学啊。你看师长的讲经都让我们拉回自身了，现在真难了。他就提到了，有父母啊，送孩子到幼儿园，一个礼拜。不高兴的对园长说啊，我的孩子都来一个礼拜了，怎么还偏食啊？哦，我们呢，事思明，听是聪啊。啊，我们一听这个年轻的父母讲这句话，就体会到啊，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啊，有没有教出让人反省啊？假如我们花了小学六年、初中、高中六年、大学四年、16年的岁月，培养出来的大学生不知道反省，那我们这个教育能算是成功吗？真的，一个当领导、当官员的人，都要从这些现象有所反思啊！哦，那当时候就举的这个例子，我也跟在座的同学们说啊，你们有没有亲戚朋友是官员啊？你们得把这个声音传达上去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啊！被我遇上了，就是缘分了。哦，所以哪天我遇到哪个官员，我铁定要跟他分析分析啊，你花了那么多钱补助，到底对这个社会对下一代有多大帮助啊？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太多问题都不是钱能解决的，有时候钱用错了，越解决问题越大。啊，曾经呢，我们遇到一位很大的慈善机构的负责人请教师长问题啊，
他说为什么我们花最多钱的地区啊，他越不感恩我们，很没有智慧啊，解决不了问题啊。师长啊，马上提醒他了，他连父母都不感恩，他怎么感恩你啊？所以帮助人啊，还是要用教育啊，才能从根本救他。啊，不从根本，舍本逐末了。最后还让他不感恩了、啊、让他越来越贪心了、啊、让他变成什么，你帮助我是应该的，你不帮我我就恨你啊。所以没有智慧的人帮人帮到最后被人家恨、欸哦、所以文殊菩萨的表法很重要啊。观音表慈悲，文殊表智慧，要悲智双运。所以真的啊，要能够反思啊，不简单啊。那这也是我们很佩服舜王的地方，舜王面对这样的父亲跟后母，他还是负罪隐特，还是我做的不够好。看这样的心境，最后把这样的父母弟弟都感化了。这个表法对我们这个时代重要啊。我们很多人在修行的过程呢，都卡在哪里？很难不见父母的过，那进一步啊，很难不见他人的过。那一见过，着相了，就生烦恼。所以舜王所表现的普贤行，只有赞叹，没有批评，只放家人的好，家人的不好啊，不放在心上。见人有微常可取，小善可入，他就赞叹。能做到这样，就把人的良心给唤醒了，愧之，小人可使为君子。我做那么多对不起他的，他完全不计较，我才做这么一点好，他就这么赞叹，就这么支持我。啊，我假如不再好好做，好好提升，太对不起他了。而人的善根呢，不是被控制要求出来的，是他自自然然从内心里引发出来的。人之初，性本善，一定可以引发。所以古人也启明我们，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啊，还不能感动他，反求诸己，我的至诚心呢，还没有到100%。啊，所以我们很有福报啊。舜王给我们表演了，他是以君王来实现的。我们清朝还
还有一个武训呢，人家以乞丐的身份呢，一心为后代子孙的教育，包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所成立的汉学系，丁龙成就的一个工人呢、一个在一个美国很有地位的老板之下的一个用人，他的至诚心呢，感动了他的老板，来支持他，成就了美国第一所汉学系。当然，我们也得往生，才知道，才可以确认啊，他是西方极乐世界再来。好，所以我们真的炎黄子孙呢，中国人太有福报了。你看四大名山都在中国，其他地区很难，我们居然有四大名山。包含我们看历史里面王旦、王真做宰相，那真的是应以宰官身得度，即现宰官身而为说法，他们大度能容啊。刘宽那都是大臣，不发脾气的。他的太太没见过他发脾气，想试试什么方法可以让他发脾气的，就让仆人女仆在他上朝以前，上朝以前的官服都穿好了，故意呢把那个羹汤故意坐着不小心走路没走好，然后呢把那个羹汤就泼在他的衣服上。他第一句话第一个念头，有没有伤到你的，烫到你的手啊？这个太太服了。我们听了这个公案诸位男同胞太太不能感化还是我们德行不够以刘宽为榜样。所以看这个德育课本真的看到佩服的五体投地有时候看的真的太感动了被我们这些圣哲人的德行震撼了，那真的都是现众意象，这么多角色来感动我们我不能再举了，再举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一句了那师长接着提到了，辟善幻师现众意象是从事相上说的那虽然如是的视线我们会担心到他方世界去度众生会不会退转我们有没有观察到师长讲经可能我们听着听着产生了担心，产生了疑惑，他老人家接着就帮我们解答了。因为一般呢讲学像佛陀讲学都是问答学生在现场
现在的因缘啊，师长讲学在摄影棚啊，啊，广大的听众啊不在现场，哎，他都能设身处地哦，带我们问，把我们心里的疑惑提出来啊，这个我们要不要学？啊，讲学的人都要学。承德一想，讲学的人就要学，啊，有没有同学说：“哎呦，我不是讲学的人，跟我没关啊。你当爸爸妈妈不用给自己的孩子讲学呀，你也要做之师啊。你当领导，你不用护念你的下属，你不用做之师吗？谁不用讲学呀？谁不用护念他人呢？知其心，才能救其思啊！你都不能理解孩子、学生、下属的心，你跟他讲话的鸡同鸭讲啊，不契机啦！哦，所以下一句讲呢，通诸法性，达众生相啊！这个达众生相叫契机啦。你不了解他的心，你怎么契机啊？我们都要从师长的讲解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啊，都是我们的学处啊！啊，所以老人家帮我们问出来了。那我们会担心到他方世界度众生会不会退转呢？这一点呢，我们很可以放心呐。啊，有阿弥陀佛加持我们，我们永远不会退转。一往生呢，圆正三不退，做阿惟越智菩萨。在48愿里面有说啊，除取本愿为众生故啊，披红四海，教化一切有情，揭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恶趣啊！啊，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主，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哦，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这48愿都兑现了啊！所以48愿是保证书啊，保证我们十念必生，保证我们到他方世界度众生呢，不退转。所以得佛力加持。哎，接着师长更深入给我们说，用什么来加持我们呢？就是下一句经句啊，于彼相中实无可得啊。啊，佛用宇宙人生的真相，真实的事理加持这些菩萨，也加持我们呢，使这些菩萨在诸佛刹土里头啊，知道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金刚经》上的教诲啊，《圆觉经》上说的更好啊，离幻即觉，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着在这个幻相呢，就是觉了。
我们知道这一切是幻化的，这就绝了，绝了就不迷了，不迷就不退转，退转是迷了才会退，觉悟的人不会退转，觉悟的人可以随缘妙用，因为他不被境界转，他就能转境界。我们用这一句经文呢，来体会我们当下的处世待人接物。我们每天面对这些境界，我们的心一动就被这个境界转了，我们的心不动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别较真。心不动了，不被影响啊，就像自己的孩子无理取闹了，你没有被他影响产生情绪，你那个理智啊就震慑他了。像陈德小时候跟母亲吵着要玩具，在地上打滚，我母亲没被我影响。接着我就觉得打滚太累了，我就赶快站起来，然后呢之后就不用这一招了，没有被境界转了，甚至于有时候发脾气了，母亲如如不动了，过一回自己不好意思了，去跟妈妈道歉了，真的不被转了，就可以转境了。今天家里出现一件不欢喜的事情，可是我们是觉悟啊，不欢喜是世间人的感受啊。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嘛。可是我们不生好丑了啊，就像了凡四训说的，人之无过咎而横批恶名者，子孙往往作发，被人家毁谤侮辱了，我们不起情绪，帮我们消业障，渐渐我们一些福报现前就表演给家里人看了。那你说 那个人骂我们是好事还是坏事啊？自己境界提升了，怎么说坏事呢？自己家里得福了，这一点师长给我们表演的淋漓尽致了。我们一般人觉得晴天霹雳的事，他老人家如如不动，修忍辱，最后法缘越来越殊胜，自己境界不断提升。所以真的绝了就不会退转了，我们时时把佛陀的教诲放在心上就不会退转了尤其照见五蕴皆空所以般若是大乘佛法的核心夏莲居老居士说到了99年的大般若经对不起22年的大般若经浓缩一部金刚经
金刚经在浓缩，一部心经，心经在浓缩，一句观自在，观自己的自性在不在、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人能够这样用功啊，他就不会被境界影响。稍微要起贪心了，阿弥陀佛，念佛即是自心现，自心现时方念佛。这一句佛一念呢，称名即是玉光时，佛菩萨的加持就来了。所以我们要能在一切境界当中警觉性特别高，马上可以起观照的话，那平常用功就很重要。平常心都散乱，遇到境界能起观照，这不大可能。平时如战死的，随忙随闲，不离弥陀名号，顺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这一句也很重要、啊、我们一忘了求生净土、啊、就开始贪恋世间的人事物了。印祖更具体教我们怎么练功夫，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哦、或小声念，或默念，除念佛外不起别念。若或妄念一起，当下就要叫他消灭。今天刚好陈德现在陪母亲在德贤净宗觉会挂单了。哎，这么巧，刚好跟大家分享德尊普贤第二。刚好有同修说要皈依啊。承德这个因为大家领的是师长老人家的皈赠承德就附讲师长的这个三皈依供养给发心皈依的这些同修。最小的2岁很有意思、啊。学会啊也很用心啊，送大家三样东西。第一一个阿弥陀佛的项链。可以挂。第二计数器。第三师长老人家讲三皈依的手册。那三皈依不能只学一次啊，一次不够啊。那承德跟大家一起共勉。
佛像挂着，就是心上要有阿弥陀，这个叫忆佛。啊，计数器啊，佛珠是什么？念佛。啊，忆佛念佛，现前当来啊，必定见佛，去佛不远。啊，我们真发心皈依了，要学佛了。这个念佛可不能少啊！啊，为什么不能少？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啊！啊，不把这个轮回心扶住啊！啊，那想学佛做佛，就变成理想而已了，做不到了。都且从根本修啊！从起心动念处修啊，一念一弥陀啊，念念相串即是佛啊。我们曾经看过藕益大师一段开示啊，把一句佛号就是六度万恨开解出来。而这一段开示啊，让陈德印象最深的是藕益大师说，我们开始学佛了，或三万或五万，藕益大师是三万起跳啊、哦！那黄念祖老居士 他应我们这个时代、他说一万、假如不念一万呢、那就 不算念了、为什么说不算念呢？因为妄念远远大过正念啊，要克念啊、那当然这个一万呢、我得补充一下，不然遇到同修啊，他就喜欢念慢一点的，今天听完课、他就睡不着觉，念一万啊，我工作也不用做了，饭也不用吃了、不能造成他的困扰、等于是说 我们最起码我们的闪念，我们的定课的佛号啊，那不能少于一两个小时啊！不然我们要进步啊，很难。不进则退啊！修行人要有自知之明啊，可不能连人家练两千反正我就念两千就好了，人家念两千能摄心，妄想越来越少，那是人家呢，我们自己得真实面对自己修学的状况，要打破志气一关，不能拿自己的法身慧命开玩笑啊。所以送计数器送佛珠啊，提醒要念佛，送一本三皈依的教诲啊，让我们要做一个真实三皈的佛弟子，不能做一个名字三皈的佛弟子啊，有名无实，要干假的了，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所以这个送结缘品呢，也都很用心啊，都有表法的意义啊。
送东西呀、啊、也不忘启发，成熟菩萨无边善根的、啊。哪怕发一个、啊、微信的 stick， 也要能成熟菩萨无边善根的、啊。那这样佛法就是生活。就是处事待人接物啊，好，那我们看这四句啊，辟善患施，现众异象，这个是终日度生啊。每天很努力啊，度众生。于彼相中，实无可得呢？终日无度啊，没有度众生。于彼相中，实无可得，应无所住啊。辟善患施，现众异象，而生其心啊！啊，所以辟善患施，现众异象，大作梦中佛事啊，心见水月道场啊，干得很努力，干得很积极啊。于彼相中，实无可得啊，没有放在心上，在那里操心啊，担忧啊，患得患失啊，没有。哦，所以这四句啊，是我们的学处啊。哦，所以《金刚经》说：“我今灭度无量无边众生。”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起了度众生的心呢，就有心上放的这个事呢，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所舍相了。师长给我们的指导非常具体啊，能遇到这么好的老师太难得了，我们真的要如平得宝啊！老人家怎么具体指导呢？做完事之后啊，不要放在心上。做完事之后，佛号赶快提起来。那我们就可以像《金刚经》里面讲的，因无所住啊，而生其心呢、啊。我们的心行呢、啊，就往这个方向啊，在用功呢、啊啊。就是辟善患施，现众异象。啊，于彼相中啊。实无可得啊！哦，就像陈德跟大众分享完课程，分享完很高兴啊，很兴奋啊，哦，哎，分享完，哎，人家听得怎么样啊？你看又在打妄想了。赶快佛号提起来、哦、不然又在那里有得失心在里面了、啊、赶快佛号提起来，阿弥陀阿弥陀、啊哎、不能激动、啊哦、要清静要平静、哎、很用心
跟亲戚朋友聊完了，一挂完电话，他能接受多少啊？哎，不要起这个念头啊，赶快佛号提起来。啊，鱼比相周，食无可得啊，别挂碍了。啊，所以师长的指导啊，非常具体啊，真的，我们肯定了，当下就能用，当下自己妄念就少。就得受用了，所以佛法真管用啊！好，啊，今天呢，时间到了啊，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啊，我们再找时间啊，大家就专门呢来交流分享。好，我们会事先呢通知大家。好，不过通知大家又怕大家紧张了啊。那一个礼拜，阿弥陀佛保佑，别叫到我啊。哦，这个时候起念头了，要念阿弥陀佛啊。这个有未来烦恼，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好，谢谢大家的参与，阿弥陀佛。